是脚，你让我的心跳停掉，感觉有点微妙，不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的见面会。在这古典继续加速往前走，不断的说明事情依旧缓缓沉默，我就不知是你在你嘴上安慰，在这里的另一路口。不知道山峰会不会长满，不知道海底有没有保留，天空上听见日出的鸣唱，空中飞入云的冰上，不知道天天会不会迷茫，不去想前向会不会埋葬。超市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然后呢就是有这样一盒饼干，然后被人划了一道口子，它可能就会被无情地丢在垃圾桶里。它和其他的饼干不一样，它不会被新包装和更精美更漂亮的商品所取代，因为它有独一无二的灵魂。这个故事啊，我暂且给它命名为饼干人。我想我是时候应该离开，再没想到轮到我击败自己想要的未来，只要你算是我要的存在，想要的总是该如何替代，就算没学会如何坦白，可以成为你终会盛开。 New pressure, my pressure, new pressure when you move by me, new pressure, my pressure, new pressure when you drive me.嗨不嗨？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大家都坐着，对吧？你们都好冷静啊，坐在那儿。然后我的那个谁，此刻你入睡了没？我们闭眼梦。去环游世界，布拉格的清晨多美，金黄吹不吹，She's a star, she's a star, she's burning in the sky tonight. I wanna fly, wanna fly to the sky, you're mine.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视频，就说哎，我们不要自我磨损，如果有一件事情不适合我们，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么有兴趣，那可能是这个事情不对，然后呢并不是我们努力不对。我为什么会没有那么认同这个观点，其实是因为人不就需要打磨自己吗？就算是没人再送我每次唱完摇滚歌呢，都会异常的嗨兴奋，大家有没有感受到？所以音乐这个就是音乐摇滚这些东西带给大家就是最纯粹、最简单、最直接的快乐。It is my legacy, my perfect liberty.
哥他们说过，就是我们每次见面就好像过节一样，以后把我们的每一次见面都过成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。不息初心无尽难辨，朝起朝落凝望着地平线。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个群体，我愿意分享给你们我见到的所有的记忆，愿意把自己灵魂的一面，很真实的一面跟大家去分享去沟通，而且我觉得大家也很把自己非常宝贵的一面分享给你，所以我一直说不仅是粉丝，也是伙伴，也是战友，对不对？见面都是非常开心，舍不得结束。什么是成败？什么是我活该？再见哦。